来看一下挪威的高地杠，高杠的向上摆倒立，换仰卧，反360，掉360，直抵前空翻。但从这个角度看的话，应该降不降阻，关键还是要看裁判怎么判。登杠沙波 D 组，接金杠 DD 002的明年加分。大滑180，零转540，360旋下 D 组难度，但是它这个零转540，看角度还是有点歪哈，所以说它整个的完成并不是说特别的直，我们可以看出慢动作，它的直体前空翻。腿在水平杠的时候是，有微的屈髋的动作。根据面目自己的情况来。我们来看一下罗尔最后的分，14.95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罗尔。直体 DE，BE，001的01加分。侧操跳 C 组，双腿的结环分体跳。D 组接小翻，四大结环接小翻，EB 0.1的连接加分。挺身前空翻，接路跳接倒叉，DBB 0.2的连接加分。逆转360，横木倒叉，这个动作呢是 D 组的难度，但是在横木做倒叉相对来讲呢，还是难度是这个动作的难度还是非常不容易的。首先要调整好它的那个位置的问题。下法，镜子后弹两周下，D 组的难度。